紫色的 Honor Magic 5 Pro 终于来 Malaysia 了。之前在总公发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很好看，可惜没有来到马来西亚卖。但是现在终于正式来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很少用浪漫这两个字来形容一台手机的，可是它真的是配得上。所以今天我就出来问问大家。 OK， 这个就是全系列的 Honor Magic 5 Pro 的颜色啦，所以我会问大家哦，到底这三个颜色他们最喜欢哪一个？是啊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请问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这三台手机的颜色，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吗？ Oh, I like purple. 对，紫色。哇，全部都是紫色。给一个字形容它，第一感觉温柔，特别。purple 比较美，其他这个紫色。This one. 这家一票，青色，为什么 ？American fresh blue. This one，紫色，为什么？看起来比较。紫色，你呢？黑色吧。Why？ Sneaky elegant. Okay, alright. That's all. Thank you. OK， 在我刚刚简单的问了大家过后，我发现大概有七八成的人都会喜欢紫色。看来 Honor 真是有做功课啊，知道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个颜色，尤其是女生更占大多数。那其实这个一台是我们国庆日的限定版本来的，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是有好康的。那我现在就直接跟大家顺便开箱一下这台紫色珊瑚紫超浪漫的 Honor Magic 5 Pro 吧。 OK， 首先它的外观呢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紫色树皮，那它的紫色其实是有带一点灰掉的。其实一来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树皮结合紫色，整个就蛮高级，而且很优雅。再加上它这个曲面屏哦，手感本来就很好，不套壳的话就真的是很香。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线下自己摸一摸，看一看啊，你们就懂我在讲什么了。 然后呢，这部手机其实也是开卖了快要半年，我们之前也是有分享了蛮多关于它的资讯。然后其实也有看到不少的网友哦，使用了过后觉得对它好评还蛮多的。那我相信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特点之一啊，就是它鹰眼抓拍，还有它的续航啊，还有屏幕，尤其是鹰眼抓拍，我们之前也是分享了特别多的样张，给大家看到它的抓拍真的是很厉害的。而且也有消费者自己拍了过后，给到我们看的时候也是惊艳到的我。 那这个鹰眼抓拍的功能呢，主要就是可以帮你抓拍到那些快速移动的瞬间，它是有分成 AI 自动抓拍或者是你手动抓拍的。不管是哪一个哦，它的抓拍效果都是非常清晰的。比如讲说，当你去 Blackpink 演唱会，我们这时候就找来 Venice 来充当一下啦。你看到它跳到这样哦，平常我们人的反应还来不及抓拍到最完美的瞬间，可是 Honor Magic 5 Pro 就可以帮你拍到啦。像一般手机还真的是拍不到这样的效果啦。 很适合拿来拍运动赛事啊，你的宠物或者是小朋友哦，是最好的。或者是你想要自己拍自己嘞，这个功能也是单兵作战的利器来的，不用去求他人，也不用怕外人看到你很尴尬，你就这样子放在那边，给他自动抓拍，做最美的自己。 而且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啦 ，Honor Magic 5 Pro 是 Malaysia 销量前三的旗舰手机。看来大家真的是都对 Honor Magic 5 Pro 这一次的体验非常买单。 除了鹰眼抓拍嘞，还有一个就是 Honor 标志性的啦，就是他们哦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发这种护眼的屏幕。就像这次 Honor Magic 5 Pro 也是拥有这个行业领先的护眼功能，包括2160赫兹的这个高频 PWM 调光，然后助眠显示啊，还有内自然光的这个调光啦。所以到至今为止啊，他们还是这个 DxO Mark 屏幕测试的全球第一。 接下来讲到续航嘞，可能之前呢你会想到的是其他的品牌，但是现在呢，在我们对 Honor Magic 5 Pro 以往做过的评测当中，可以看到 Honor 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台 Magic 5 Pro 它的续航能耐是非常强的。 OK， 刚刚一开头跟你们讲的好康嘞，现在就要告诉你了啦，就是呢，我们的国庆日马来西亚 Day 也要到了嘛，然后刚好它又是我们的国庆限量版本，所以 Honor 会有一系列的优惠送给你，会总价值1000万令吉哦。 首先呢，就是如果你在8月25号起购买 Honor Magic 5 Pro 这三款配色呢，都会有折扣，所以扣到来就是3999。更夸张的就是啊，如果你买的是标准版的 Magic 5 的话，2999就买到了。然后凡是买这些都会送礼品给你的。那如果你买了过后，你还把它们 post 上网的话，更有机会再领取另外一台 Honor Magic 5 够了，这次直接买一送一送给你。 还有就是在25号一起开卖的哦，还有这个 Honor Pad X9 啦。
价钱是1099。它不但是 LTE 的版本，可以插 SIM 卡，而且还送你原装的 Bluetooth 键盘。11.5寸的护眼大屏，上下左右一共有6个喇叭，可以让你有这个环绕音的效果，用来追剧就会很爽。那么今天这个三胡子的 Honor Magic 5 Pro 开箱就到这里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